这个是我在老挝咖啡找到了一间非常酷的迷你房子，所以它的外形，这里有一个小的游泳池，还有一些拖鞋。如果往上走的话，这里会到第二层楼，然后第二层楼这里上面还有一个养小的阳台，在上面就有一个楼梯可以上去，而且这里有个天窗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门可以走出去。那第一层楼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第一层楼里面，它这边其实有个钢琴，然后有一个沙发，有一个灯，有一些报纸，有一个时钟，而且可以看得到外面。再来，如果我们上去二楼看的话，你可以看得到这里有两张高脚椅，一个桌子，然后这里大部分就是厨房。然后啊，最后一个就是，如果这里有电池，所以如果你打开，它可以亮灯，这在晚上的时候使用很酷。